身体了啦，我要先出题了。我们今天第一题，今天是什么品牌的一日电闪活动？来，我数三二一，最快的我们请工作人员递麦过去了。来，三二一，大家给点掌声。没有声音吗？然后帮你看一下，等一下哈。哎呀，好，来，这个给你。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乐。嗨，午安。好，非常开心，今天邀请到你来担任我们今天的一日店长。现场观众朋友刚刚都很热情，应该有看到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啊，请尹乐来担任我们的一日店长啊。这边我有个小小问题要先问你。好。你平时有没有用行动电源的习惯？有啊，因为现在我们出外工作，或者是出去玩一整天，那手机用下来一整天一定会没电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一颗非常好用的行动电源。对不对？大家现场观众朋友是不是应该都有用行动电源啊？那我现在用的行动电源呢，就是他们雅果最新款的新色磁吸行动电源。Gravity C2。对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这样光讲可能不太准。不太准是？我们检查一下好不好？检查一下吗？好啊。好。我跟大家说，来，我今天有带来。它的新款呢有三个颜色，那我呢就是选择了我最喜欢的这种马卡龙色草莓牛奶，然后还有其他两个颜色都来新款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来，它的名字非常特别，我一定要跟他分享。这个颜色呢，它是有点奶茶米色嘛，它是黄金欧蕾，这也是他们新款新色。然后再来的这个就是非常适合男生，它叫做蝶豆蓝。大家有看过蝶豆花吗？应该大家是不是对蝶豆花不太清楚吧？对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蝶豆蓝这个名字，非常特别，很有质感，这是他取的。你也想说用饮料啦，饮料的名字。非常适合男生的一个新的颜色。那我是用这个草莓牛奶，然后像我出国都会带一个这样的随身小包，你看，就是充电用品都在里面。里面有很多东西耶，我们拿出来看一下。好像也是我们家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也是雅果出的。我帮你拿包，我帮你包。这个出国超级需要，看它就是多国转接头。对，没错。就是这样子嘛，然后你只要这样插起来，就是一个。出国也可以使用的充电器哦，这个是我们家的那个欧米亚 P3。好，那它原则上它有33瓦的供电，原则上 iPhone 啊 iPad 这些东西它都可以直接做使用。对，没错，非常方便。而且你看，包装里面做这么多国家的转接座，你看，比如说你前阵子是不是去泰国？对，去泰国有没有那个转接座换上去？对，这个插上去就可以充电。对啊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很厉害的，这个我一定要分享。这个，哇塞，这个叫做三合一磁吸充电座。这个是新品真的很限量真的很厉害。来，给大家看，来，把你的那个，我需要你帮我。我帮你展示吗？好，那我在这边桌子上展示。它这个三合一的磁吸充电座，它可以直接充三种东西。第一个，手机，然后放错方向，来，手机吸上去，然后再来呢？再来，后面还有这里啊，手表啊，我们工作人员的手表比较好拖。需要这根手表，你看。有。充第二个东西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充电。来，底下，你这个小缝缝，还可以塞一个你的耳机，所以它一次可以充三个其实真的超级强，而且是充不一样的装置，非常厉害。而且你看你这个包包这么小，一次装了这么多，要不简单满足一整天需要充电的需求。所以其实你出国，你其实也带这一包就很够用了。对，我就是带这个出国。很方便，很方便。那我们先放旁边。好，我们先放旁边。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行动电源。对，我的草莓牛奶行动电源。哎，后面朋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等一下我有奖征答，注意听哦。好，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这个新的行动电源。好，我们讲它背面它不只是一个行动电源，我觉得很厉害。它
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的支架，人生第一次看到行动电源有支架，对不对？支架，哎，来，我打开给大家看，这里，这是一个支架。那个手机可以借我，手机可以借你吗？哎，哪个手机呢？吸上去，这里来。对对对，它磁力非常好，你看，吸得超级紧，然后哎，马上充电。然后呢，你就是可以把这个支架打开，它可以直的放，然后也可以横的放，它就可以一边充电一边追剧。然后像我平常需要直播，我就会这样子直的立起来，一边直播一边充电，就不需要带脚架出门。你知道脚架有多重吗？对，所以呢，而且直播直接一台这个，而且直播很耗电，对不对？对，边直播边充电，然后又有脚架，超级方便。哎，大家可以给我一点回应啊！哇，好厉害哦！果然还是让我们娱乐出场，有没有？大家比较烦一点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行动电源，他们有做支架，厉害吧？好好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是